我说小，今天往这个火车场拉车稻草去啊，咱们预备烧做饭用。这个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啊，咱们得预备先吃饭的那稻草子得预备上，烧火柴，装完了，一会儿往那走。二叔，对，慢慢的，有点香。啥后香？趴这儿。趴下来，我别了。趴这些路啊，这干啥？看那车前面吧，这是。在前面。这车这块啊。后边下啊。把你那编的什么呀？编那个绳子里头就完事了吗？那丢了。拴绳子里头去。什么下属？这就行。快拔点。小绳，二叔，来，那个词儿，因为咱们这啥，开车去。我奔这边走，我奔这边走，我跟你说。对。慢点。你干嘛？我到我轮当了，到我。别再往那么要呗，往那要北边去。坐那个八强里。下雨多大？多大雨？那湿的。去年坐这儿了。对，大往上靠，自己哎呦挂上了，老实站定。挺好，没凉，拿两这俩，这俩得扛过去。那啥，那扔地了，那就留烧吧，不行。你搁上。这俩扛过去，接电去。哎呀，完了。电去了，拿电笔了吗？电笔没拿呀。拿电笔啊，把这些零线全找着吗？啊，撸两个。好上哪，省那个漏。